别故意漏钩，直播漏钩吗？我真的不是故意漏钩的，老哥，你们不信问一下我以前看我直播的朋友，我是不是从来都没有漏过钩？是因为这个横屏的时候，它这个摄像头往上，就我这么一摆手，它就出来了，这真不是我故意去漏钩，你知道吗？那我怎么办嘛？我就换一件衣服吧。我以前直播的时候从来都不露过的，我是绿色主播，绿色。谢谢去打火星，啊，痛苦。没有怎么露，还是有一点的了。还是你们都知道我的胸比较大。这现在不是平的吗？怎么是平的呢？我不是平的呀，你们都知道我说谎，你们没看过我直播，完了现在好丑呀，你们没看过我直播的人都说我，就是都说我，都知道我的胸大吗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我现在就我的招牌动作是这个嘛，就这个，但是我一这样子它就有胸，我去换一个衣服吧，真的是不行，你们老说我很痛苦的。哎，我换不换那个内衣呀、啊？我要不要换个？你看这样子就没有胸了，看到吗？平的，就这样子。但是我一坐下来就有，这不是我故意露的。王家俊来了，你们再骗我，打死你们！我换个儿童内衣就不露了，就。等我换一个儿童内衣。其实我飘了，我没飘呀。我就觉得我横屏波有那么一丢丢的丑。这样子就，但是这样子很容易走光这块，我有点很无奈。不丑吗？一马平川。我刚刚有胸，你们问他们，你们问刚刚看我直播的那几个人，你们说刚刚是不是我有胸？我的妈呀，刚刚我没换内衣之前那个胸，就随便那么一弯手就是一个胸，一弯手就是一个胸，好吧，随手一个就是一个胸，好吧。对吧，有的吧，有的是不是，你们打有的吧，你们就打一个有的。谢谢北美是 gay， 有，你看他们都说有，就是现在换了一个儿童内衣就没了，很痛苦。你们就是让我换掉，现在他们说我没了，我都有瞬间，谢谢北美是 gay， 我都有点想换回去的感觉，我都想换回去了，现在夜马平川怎么办？换回来啊，有毒吧，有毒。谢谢送的十个赞，谢谢 MAXT。 我捡个垃圾桶，这样就看不到我了，就像哥哥傻子一样。别让我碰到我、碰到我会怎么样？白丝吗？我穿了一个过膝，抬不起来，过膝袜，你这个屏幕太窄了，抬不起来了。老婆看着我，怎么样？我是女孩子。我，你好，你的外卖。我的这个刘海有点。